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立白造业走怪迷播出的我是大赢家。大家好，我当然就是爱你们的冯清清清了，因为爱你所以天天都要见你，因为想念嘛。在这么想念，当然依然要感谢我们的小伙伴了，真的是特别给力的支持了。首先我们要感谢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最大的电视电子竞技平台白金岛提供的技术支持，同样我们还感谢胖哥冰老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了。因为确实呢，很多朋友看到我是大赢家都确实能感受到我们的快乐，哎，看到高手对决很爽哦，所以如果你也想来参与的话，一共是三种报名方式就可以来参加了。那第一种报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电话热线了，0731-8480-1285。第二种马不停蹄告诉大家，当然就是我们的白金岛的官网了，就是3w.52bjd.com。当然大家可以多多登录，就可以多多玩一玩，也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牌技了。当然第三种就是青青非常喜欢的微信平台，因为微信平台还可以留言哦。当然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简单的添加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的微信活动呢是有很多，包括我们的社区活动了。那社区活动需要您的参与，你需要做到的就是把你的社区名字发送到我是大赢家的官方微信号，如果我们看到了又受到了您的邀请，当然我明天就去到您的社区与您面对面的玩耍。像这么的开心来到我是大赢家呢，真的是一个动脑又动手的一个好的节目，喜欢就来参与。那马上就来了两位挑战者，说要挑战我们的擂主，他们到底是谁呢？真的是太期待了，所以我们赶紧通过一段微信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三位选手吧。我是大赢家秉承着健康娱乐的宗旨，为大家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听听看，家人一般都一起的，我爸爸妈妈都喜欢看，我也喜欢看。我们看了几年了，这个节目搞得好啊，我觉得很有味，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我们屋里一点呢，现在这是国网国的电脑，国网的手机，这里看到人家，我们在跟着你按下的都看到人家。我是大赢家，爱姐，我是大赢家，加油！今天参赛的三位选手是，让我们来期待他们今天的表现将会如何。全新的一天，我们今天的大赢家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大赢家擂主呢是换了一个人，是一位女将了，我对她非常的期待。那有请我们的擂主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何霞，我来自湖南长沙。是的，我们的何姐姐真的是，首先是欢迎你的到来，确实非常的不错啊，是打败了我们几期的擂主帅哥了。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挑战者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陈明，来自长沙。有什么话送给我们的擂主？准备下擂台吧。哎呀，我一直以为他是书生气质的，没想到还比较猛，对不对？大家都玩得开心就好嘛。来看我们的第二位挑战者有没有这个自信呢？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张俊，来自湖南长沙。金英有什么话送给我们的擂主？争取把他打下台吧。好嘞，三位高手一起来切磋牌技，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就觉得非常的好看了。那首先咱们还是把现场加个哈子。感谢朋友们每天晚上5:50准时收看湖南娱乐频道，我是大赢家。大家好，我是耗子。首先有请二位做一下自我介绍，来有请。大家好，我叫李帅，来自湖南长沙。当仁不让，你好。大家好，我叫邓东，来自湖南宁乡。欢迎两位啊！昨天李帅呢在首擂3-4期之后被我们的女擂主给挑下来了，不知道今天女擂主究竟能不能首擂，看看她的表现。何霞总算是当上了擂主，为数不多的女擂主究竟能够首擂几期？第三。谁走？大大。不要。最开。北京。不。不要，随你们去吧。对付。对老。对吧。对开。不。三大队，不要，不要了。七，八 ，Q， 不要。五，对谁？不要。对七，对九。五，不要。七，九，九，包紧一张。十，二，一剑。不要，不要，紧，不要，不要，不要，快起来，等。
四个三，三个圈，牌太散了。三大队，五，不要了。九。十。金。一条 S， 不要。二。四多。九。队伍。不要，给你们去吧。队伍。对吧，对九，对勾，报警一张，对开，不要了，不要，双顺，对七七，不要了，对紧，不要，对紧，不要了，不要，死。Q 啊，开，老开，尖，炸弹，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双顺，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小沙，发，大家一起发。K， 五，七，十，不要了，不要。十 Q 老开金，不要，给你们去吧。五三四五六七八能接得住。顺顺子，五不要，对谁？对齐，对齐，不要，不要了。十张俊能保单。Q，保险一张。哎，不要了，不要。好牌，一张九。顺，不要，给你们去吧。顺。不要，不要了。顺，不要，不要了。您对，好紧张。双顺子，鼓，不要。三个五，三大队，不要了，五，对三，对四，不要，对金，不要了，不要，哎，不要了，好紧一张，不要。张俊的牌很好。顺，不要了。五，四 ，Q， 哎，不要，不要了。对七，对十，对勾，对勾，对打，对打，对九，不要，不要了。对九，不要，不要了。对尖散开。对金，五。不要，给你们去吧。三大队，不要，不要了。对，双顺，双顺，不要了。鼓，三到十，顺，不要，给你们去吧。不要。死，九，老开一条 S， 五六七八九十，不要，不要，
子。顺孤，不要，给你们去吧。对夫孤，对狗不要，不要尖，不要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六，对九，对十，对 K， 不要孤。顺子，四道沟，顺，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八，开，尖，孤，矮，不要了，不要。三勾三蛋，会一带翅膀，不要了，不要。对四，对五，对七，对勾，对 K， 不要。对七，不要了。三个八，孤，三大堆，不要了，孤，对楼，对九，对开，孤，不要，给你们去吧。顺，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一张哀，包底一张，不要了。四个六，九十勾的 K 尖好牌。五，勾，咻，一张哀，不要。四下该出手了，大胆，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八。十，尖，不要，孤，对起，孤，对打，不要了，不要，对五，对十，不要，对开，三个九一张尖，张俊把上游打丢了，五，三大堆。不要，一条 S， 不要了，孤，六六七七，双顺，不要了，不要，对九。不要，不要，顺子，顺，不要，顺子，不要，孤，对八，对 K， 五六七八九，三个三，没了，孤，不要了，顺，不要。又是一把好牌，很乱的牌。零堆，零堆，三六三勾没了。不要，三大堆，不要了，不要。不过张俊和陈明两个人的分数线都是正的，何霞现在还是落后啊。哇，九十勾蛋，三个开，两个栾的。顺，不要了，不要，顺，不要，给你们去吧。
准，不，不要了，对死，不要。三起，对吧，不要。三九，不要，不，双顺子，不要，不，三带对，三带对，不要，不要了，上游没丢就行，十，上游要丢了那就得不偿失了。有对尖的你怕什么，开尖，不要，一张哀，不要了，鼓，四个五没有十，八八九九，明堆，双顺子，鼓，四刀，九分的，不要，三，顺子别留了，这时候顺子留不住，上不了手，关键是，啊，老开，不要，给你们去吧，哎，不要，不要了，顺，五，不要了，三个七对三，三大队，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对方，保底一张，对勾，不要了。不要 ，no， q， 不要，金，不要了 ，q， 五，啊，不要，保底一张，不要，对方。对的，对金，不要，给你们去吧。五，对七，对九，对开，对开，五，不要了。三个十，三四五六七，顺，先放三四五六七，顺子，五，不要，三，老开。五二，五，不要，双顺子，抱紧，一张，五，不要 ，Q， 顺子，不要，顺，不要，给你们去吧，三个七大大。三大队，不要了，不要，八，大家一起发，九，勾，七，不要了，哎，三四五六，不要了，双顺，不要，不要了，对十，不要，对勾，对开，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八九，保紧一张。九，尖，保紧一张。三家都爆单，张俊的上游。分数暂时是张俊领先6600，陈明5200，何霞负11800。五，不要。六，报警一张。3638三勾，陈明有三个开。三大队。三大队，不要了，五，对方，对四，对七，对勾，对七也行，五，不要，三大二，三大队，不要，三大二。不要勾，不要放个钩子，报警一张，
开心。不要了，一张爱，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这八拍不好出，会很纠结。四五六七八，三四五六七成。不要，给你们去吧。要不起，三个十跑了。Thank you. Thank you. 推开。不要。对，三三四四。不要。双顺子。不要。八八九九。不要。双顺子。不要。楼。不要。Go. 健康娱乐跑得快，就在我是大赢家。0731-84801-285是我们的电话，官方微信平台我是大赢家，合作伙伴白金岛官方网站3w.52bjd.com。朋友们可以通过白金岛官网下载白金岛游戏，或者通过手机下载白金岛手游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不要，爱，不要了，不，对。三十三间，三四五六七，三四五六七不打大。三大堆，不要了，不要。三个间别放，三四五六七。顺。七八九十勾。顺子。不要，不要。五五六六七七。双顺子。不要，不要。三楼开二，一张尖都没下。五四开金，不要，给你们去吧。他想透过对开，结果陈明是三张尖。不要了，五。六七八九十勾蛋，八九十勾蛋。不要，给你们去吧。不要。顺。不要了。孤。对三。四。十。你还想透过对三吗？对，我不行。不要，肯定对三，那能爆单啊，这样对三就等于出不去了嘛。三四五六七打大了，对七，对七，对八，不要，对九，对勾，勾，对 K， 勾，不要，三四五六七。好了，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把，最后的分数应该是陈明领先吧，但是领先的分数不高，6300分，张俊4700，何霞负11000分。两位男士可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啊，赢的分数全都是我们女擂主的，究竟女擂主下半场能不能守擂呢？还要看他们的表现吧。加油。好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看到我们这两位男将来势有一点猛了，直接就是把我们的女擂主打的分数有点低了。作为同事女人的我当然要帮帮你好不好，有两个技能牌啊，你看一个是翻倍，一个是换位，你怎么选？翻倍。选择翻倍，也希望你能够在下半场把自己的这个水平发挥得更好，好不好？当其他两位男将呢现在是一个优势，希望你保持最好的状态，我就特别特别期待下半场的比赛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千万不要走开，之后给你精彩。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到的是立白造业总冠名播出的我是大赢家。大家好，我是冯青青青了。那问问我今天的大赢家是谁，当然就是噔噔噔噔这三位选手了，因为他们来到我是大赢家确实收获了友谊，收获了快乐，你们就已经是大赢家了。如果你想像他们一样的话，就可以来报名，一共是三种报名方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种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电话热线了，0731-84801-285，
第二种，大家可以登录到白金岛的官方网址3w52bejd.com。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白金岛多多练习，提升自己的牌技，一定要多多练，才能有自己的经验。当然，我们的第三种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只要你拿着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简单的添加了。微信平台呢，真的是特别的方便，特别的好。大家有什么留言啊，都可以说，包括现在就来猜一猜，谁是我们今天的大赢家呢？那我觉得给他们更多的时间，特别是给我们擂主更多的时间，好不好？有没有信心？有，有信心。那就把时间交给你们，我们就马上开始下半场的比赛。起八。哎呦，天哪，过了张八。准五，不要了。对四，对五，对九，不要，不要。三的二，五，五 Q 报警一张，老开金，不要了。报警一张，不要。明堆四炸该出手了，不要。五三的二，五五对五，对金五，不要了。明堆勾蛋双孙，三个十大蛋，不要杀，放个钩子他老开先不爱，不要给你们去吧，不要。两个顺子，四五六七八九八九十勾蛋顺子，不要不要。三十勾先，不要不要。九老开一跳二，四四五五，五双顺子，圈圈 KK， 七七八八也成，不要给你们去吧，三个六，三大堆，圈圈 KK， 不要了，您堆包紧一张，不要给你们去吧。六道开，三四五，不要双顺子，不要不要顺子，顺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老 Q 不要给你们去吧，老开让他过去了，打开不要了，让他把 K 过掉了，保险一张，不要了。
五。十。先过一手。不要。不要了。十。金。不要，赶紧去吧。哎。不要。不要，赶紧去吧。顺。不要。顺子。顺。五。不要，赶紧去吧。三十三弹，六六七七，都不大，三个开。三大堆，不要了，不要，顺，顺子，五，不要，八，大家一起发，开，金二，三个三，三个蛋，不要。一条 S 六六七七摆尾，三大堆，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一条 S， 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对九，对开，不要了，鼓。这个就纠结了，真上游很难。发，大家一起发。一条 S， 直接上尖炸。不要了。五，对五。对七，对十，对金。不要了。五，对七。对勾，不要，不要了。对楼，鼓。对九，对打，不要，不要了。哇，擂主的牌好好。顺，不要。四炸开出手了。不要，鼓，五，七，八，老开，对，开没了，尖，鼓，你在打单张吗？不要，六，十。开尖，鼓，鼓，九，鼓，九，尖，不要，不要，对 K， 不要，不要，五，十，九，不要，不要。没有十，三三四四五五，双顺子，七七八八九九六六七七八八，这边是勾勾熊熊 K K， 都不满好过，不要，对四，对七，对九，对金，不要了，不要，三。放下钩子 ，Q Q， 尖，不要，不要，这时候可以打勾了。发，大家一起发。九，十，又让另外两个人各过一张牌。五，哦，他没记牌，他把二都提出来了。对 K， 五，不要。不要，五，
三的对，五幺，三的二，五，五幺，三的对，八九二一九二五。三个十啊，带四和七啊，三四五六七八呀、啊。三的对，不要了。五，顺，不要，给你们去吧。五，对九，张俊的上游了。对开，五，不要了。三的对，五，不要了。对金，五幺，不要了。对。九九十十勾勾蛋蛋双顺五幺一张五不要一条 S 五幺不要了五八尖一张 I 五不要了三三四四，五，不要，给你们去吧。对七，对九，对 K， 五幺，五幺，顺子，五，五幺，对五。好像比上半场擂主的分数要稍微回升了一点点。不要了，五幺十，放个钩子，八开，不要了，金哎，不要了，五幺放下钩子，不要了，五金。很好的一把牌啊，您对三的五五对四对七对勾不要了对打对开对开不要了五 Q K 金一张 I 不要了不要金不要了五幺小方十六七八九十勾，顺，五，不要，给你们去吧。对发，对勾，对勾，不要了。五，九，十，金，哎，不要了。五幺，十，金，五幺，三四五六七，四五六七八，顺子，五幺。五幺顺子八九二一九二五幺五幺三五三开八九十勾蛋挺好博栾的呗这个时候分数已经很低了五幺来那你打三五三个 K 了顺不要了
不要，你赢堆，不要了，三个五也打不起，看见没有？打不起，打不起。他以为顺子只有一个大，他以为顺子只有一个开，接不起呢。顺，没事了，上游还是上游。局长四七。三四五六七八几，顺子都打不起。不要，五四七五二，不要，不要，顺子，不要，顺，不要，给你们去吧。三四五六七没人打起。准，不要，给你们去吧。不要 ，no， 放个钩子，报警，一张，一条 S， 五，不要了。第三，第十，不要，给你们去吧。哒哒，五，第五，不要了。第五，五，第八，不要了。第八，不要。推开，五，不要，给你们去吧。十，七，不要，给你们去吧。不要，八，报警一档。双顺子，牌都不好。双顺，不要了。五，顺，不要，给你们去吧。不要，对十，对狗，三个圈拆了。不要，你这意思也要把九十棍的 K 键放掉不？顺，果不其然。不要了，三大队。不要，不要了。对了，保底一张。不要了。顺，不要，不要，给你们去吧。对了，对十，对狗，不要，对尖。对金，三个七，三个九，三个圈，三个开。因为现在分数差的不是很多呀，各位如果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是大赢家”以及电话0731848012185和白金岛的官方网站3w.52bjd.com 下载白金岛游戏，或者通过白金岛手游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生活当中没有人陪你玩跑得快的话，自己就想打，可以在白金岛的手游上自己和线上的高手多多练习。不要不要，这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把，何霞是无力回天了。顺，顺，不要了，不要。对三，对六，对九，对打，对开，对尖。三个四打大了，张俊成为我们的新擂主。虽然最后的分数赢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已经足够让他坐上何霞的位置了。9300分，陈明负1500分，何霞负7800。
张俊成功的挑擂，不知道张俊明天能不能继续守擂呢？其实从今天的表现上来看，好像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希望他明天能够克服这些问题，争取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明天见。好的，那比赛就全部结束了。青青就是那么的喜欢交到新朋友，当然呢，我在这里再恭喜我们的新擂主了，他的名字就是张俊。哎呀，第一次由自己抱着自己的名字，开不开心？开心。那这样吧，因为你看你当上擂主了，就会有很多人来挑战你，你有什么话送给那些即将挑战你的朋友？放马过来吧。放马过来，对不对？你期待与他们切磋牌技是不是？是。好嘞，那就好，每一位朋友来到大赢家都能感受到快乐，我们都能成为好朋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进到广告之后继续给你精彩。收看到的是力拔造业组冠名播出的《我是大赢家》，大家好，我是青青。哇，我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哇，今天三位选手都要很棒了。但是呢，我们首先要恭喜的就是我们的张俊了，是攻擂成功哦，今天表现非常不错，相信你的家人朋友看到了，应该也会为你感到高兴了。既然这么的开心，我们依然要送感谢了。首先，我们要感谢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最大的电视电子竞技平台白金岛提供的技术支持。同样呢，我们还要感谢胖哥槟榔以及爱上家居乐享生活河西安居乐家居建材广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了。哇，你们的支持真的让我们好有动力哦，这么有动力就期待更多的朋友来到我是大赢家，因为青青真的喜欢交朋友了。一共是三种报名方式，都不要错过。那第一种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电话热线，拿出自己的手机记住了，那就是0731-8480-1285了。第二种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白金岛的官方网址了，3w.52bjd.com， 一定要推推我们的官网啊，因为多多登录呢就可以多多练习，当然这个牌技就会提升了，对不对？要一起来切磋了。第三种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了，也非常的简单啊，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简单的添加了。那青青在这里要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平台的这个活动功能了，因为大家只要把自己的社区名字发送到我是大赢家的官方微信号，我们看到了就会去您的社区做活动了，与大家一起玩耍，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是面对面的交流了。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青青，喜欢我是大赢家的话，一定要记得是明天晚上的5:50，我们依然同一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记得明天见啦，拜拜。